卓别林的作品节奏明快、逗趣，看似漫不经心的情节主题下，却搭建着复杂的结构。在他的早期电影中，可以看出他对于电影表现手法的不断摸索。卓别林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之一，就是和电影公司的闹剧警察合作，他教他们要怎样跌倒才不会摔伤自己，并在他的作品中将流浪汉与警察的对立书写成常规的喜剧元素。卓别林经常对他的好朋友麦克桑奈特说，只要给我一座公园、一个警察和一个美女，我就能拍成一部喜剧。